应该是五波。哎，这球选择的第一平球也是没踢起来，其实任意球啊，还能压下来，是对，我们心里也不着急，直接打门了。下半场的武汉卓尔，控制一下情绪，我们看一看这个球谁来罚。阿古斯特直接一脚打门，哇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，比赛刚刚开始3分50秒，力帆队的阿古斯特一脚任意球。直接一脚打门，好球，哎呀，都挺厉害，直接打门，哦，球进了，九号奥古斯托突施冷箭，球跨过。